曾经获聘为高雄基督教家庭协谈中心专业发展主任委员，长期以来持续关怀服务他人，提供生命的无穷希望。好，透过 VCR 认识吴信安先生。30年来就是在了解怎样来降低我们的这个自杀率，包括社区的合作、专业人员的合作、每一个人的配搭，都活下来，那这个社会就更一个多一份力量。自杀防治是人人有责任的事情，所以怎么样连接这个社区的资源、医疗系统、精神科，尤其这么好的专业讲师、精神科医师来配搭，那高雄市这个非常重要，所以透过生命线的促进，那包括卫生署这个自杀防治中心啊，筹备的时候我们都去配合，所以就叫连接了。我个人也是高雄市这个卫生局啊这个自杀防治的委员之一，所以就有责任让我们这个社区啊，让高雄市的自杀率降低。设了这个研究计划的进度哈、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实务型的计划，也可以是那个面对。通常困扰我们都是不会绝不放弃了，会继续处理了。所以你想想看，又要花那么多时间，花那么多精力啊，或者是关怀，就是也是要考量这个部分，就会有挣扎，要不要继续，还是要放弃？所以我的困难大概就是，时间都不够用，啊。那怎么样把时间去做切割给其他的人、因为我是神学院出身，跟别人不太一样。神学院就是关怀人群嘛，照顾弱小，所以这个部分刚好跟我的理念很接近。那个老人家你给他放床铺一个轻微的这个举动啊，他都受不了，跟着威胁就要自杀，很容易情绪化了。人家的老人家就不大好。这个老人家自杀在台湾我们严重的这个是每10万人口13个人，那他已经超到24，现在到现在已经30几、40几了。在台湾地区，老人自杀很严重，老人家就是寂寞死掉最多，年轻人就是冲动死掉最多。好，这两部分都需要关怀。那这里大概每天有3-4千个老人在这里进出，有一些健康的老人。做他关怀的话，他就会继续健康下去。那有一些没有办法得到照顾的，就继续要利用电话的电访种种的来帮助他们。所以一份关怀要得到一份的照顾，一份照顾那生命就更加丰富。在这里接电话那个是什么样的个案都有。那我觉得很多的个案他们活得很辛苦，还有他们遇到很多的困难，可是呢在电话的这一头其实我是没有办法帮他解决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常常做的一件工作就是倾听还有同理心。事实上病人有很大的得到很大的安慰，即便说我们不能帮他解决问题，可是那个过程里面他觉得他是被支持的。我觉得我在那个过程里面这一点我是非常的觉得自己很感觉很快乐的，但是我有时候也是会很多的时候我是很挫折的。好，这个工作挫折难免所以我们的挫折承受率就很高了因为第一就是你在做以后对方不一定会听你的那你要听他又因为比较这个负向的那就是说讲到专业人员也需要关怀，这关怀的层面有意思是很多层面都要了，每个人都需要关怀了，还是去关怀别人了，因为没有关怀就不能活下来。